龙少年之家是为流浪街头的少年提供住宿的场所，并且辅导他自立生活为目的。开办费是由基隆中央狮子会和基隆国际狮子会等单位共同捐助。基隆少年之家收容8到16岁的无家可归的少年，由少年自己请求寄宿，或者是治安机关送其寄宿，善费自理。少年之家由专人来教育他们，使他们感到家的需要，并且过正常的生活。